一片甲骨惊天下，千年汉字贯古今。欢迎各位来到甲骨文识读大会复赛现场，我是主持人王震。今天呢，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展开一场甲骨文的奇妙之旅。首先，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点评嘉宾，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。咱们安阳市殷商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、安阳市优秀青年社科专家、安阳师范学院文博学院教师、历史学博士王志轩，王老师，欢迎您。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以及我们非常知性美丽的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教师、甲骨学博士李双芬李老师，欢迎您。呃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场上的十位选手都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来逐一的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，好吗？好的，我叫刘海清，部队转业以后来到了北关区文化馆工作。 呃，致力于这个甲骨文的书法创作和篆刻创作，这个举办了很多公益课堂。这个希望全国的朋友一起走进中华之都安阳，来一起识读神秘的甲骨文。好，谢谢您，待会儿领略一下您的风采啊！来，接下来二号选手，我是王淑霞，来自安阳市自由路小学。近两年来，自从我们学校成为甲骨文特色校以来，我就跟着我的孩子们一起。 开始学习甲骨文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我能认识更多的甲骨文字，同时也结识更多的喜欢甲骨文的朋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三号选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阳的三号选手，叫海霞。安阳之美，美在文字。欢迎大家一起来探源安阳的甲骨文，走进三千年的历史。 好，欢迎您！不仅做了自我介绍，而且还推荐了我们安阳哈。<对>据我了解，您是咱们当时预赛小组当时成绩是最好的一名选手。怎么样？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复赛，有没有压力？哈哈，呃，就当玩的吧，就当玩的 <laughs> 啊。啊啊，<对>这个心态其实挺好的，这个心态也可以让所有的咱们选手们都可以共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在学习当中享受这个乐趣。对,对，没错。好，谢谢您。来，四号选手。 大家好，我是四号选手赵福英，来自郑州黄河科技学院。